灯初上，热闹的马路静谧了起来，属于武汉人的狂欢开始了。邀上三五好友，撸几个串，喝上几瓶冰啤酒，觥筹交错间，工作生活的压力一扫而去。在宵夜界，烤串是绝对的主力，而烤串最不能少的就是烤羊肉串了。说到烤羊肉，新疆人肯定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了。新疆人所到之处，攻城略地，用羊肉打开各地食客挑剔的胃。位于汉阳紫金花园的阿凡提烧烤是汉阳宵夜界的扛把子，老板是新疆人，独特的配方让羊肉的香味在江城的夜里肆意飘散，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吃货。阿凡提烧烤的美味众多，像锡纸花甲、锡纸蟹柳都是不错的，但我首推的还是他们家的烤羊肉。他们家的烤羊肉选用的是当天现宰的新鲜羊肉，按照三瘦一肥的黄金比例串制，用上等的胡杨木炭烤出来，烤至滋滋冒油，撒上秘制的粉料，一串香喷喷热腾腾的烤羊肉串就出炉了。阿凡提家还有一个羊汤也是我极力推荐的，羊汤选用羊大骨精心熬制6小时，香浓醇鲜，和羊肉串真是绝配。简约的中国风，粗犷的羊肉串，这里也成为各路网红的打卡地。没准你旁边坐着的就是一位超级大网红。